原本不是 fat 在巴黎中的时候我以为在巴黎花原本不是 fat他的机床变化的是你侧我的他原本不是 fat 他的生日是六月四号到六月八号跟阿基米的一个支点都拿你妈没办法下雨天走的路上会被当局牵扯拦下来、yeah、去年圣诞的照片到现在都还没印完还没印完他走进古董市末街散步去全部演完了 No 范诺斯坦就走回导致人类消失一半那只有你妈不见 Your mama so bad Your mama so bad So bad So bad No Your mama so bad Your mama so bad So bad So bad So bad